马上就擦白了啊。这个咱们就是比受他的干净多。嗯，不会做墨镜的是不是一人使的这个？你说给他整上我还是墨镜呢，给他擦的。行。这个还是这个人好用。先喷一点水，然后好擦来的。他成了一手指歪了，然后再回老家去。嗯。节约一天，费用、卫生都好。那水都流下来了。这个没力了，擦。啊，这个多力就可以。嗯。对的，这边也贴完了。这边房子呢，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就一副对。然后现在就回老家，家里的对子比较多，每个屋门呢也得贴。大门这个大对子，我爸一个人呢，他那个腿也不是特别舒服，然后呢，我回去就是爬高爬低的，对吧？把家里给快起立了。哦。下午把家里收拾收拾，然后明天呢就。剩着多吃的包饺子了。嗯，走。走。慢。那来齐了。哦。咱在忙啥工作？嗯。俺这都贴好了。多刷点结实。嗯。您去年的用的这个酱好像有点焦糊。哦。过年来挂新灯笼，没老家里那都是红红的。灯笼挂上好看啊。吃你的嘞！啊，嗯，你咬那个虫子？啊？你咬上那个虫子？嗯。咋了？在你这搁定人了？啊？我今次打了这个就命不长。我猜的。我说对不对？我那想的。我猜的，你看。停呗。给，把这个小斧子贴住哈。终于是结束了啊，像别人家可能也都是就是一个家里面贴贴这个就行了，像我不行，这三边，我这边，我哥那边，还有我奶奶那边，然后现在呢，家长县城也得贴对联，现在贴四家，哎呀，每天这都是，光贴对联，最起码都得忙活半天，啊，这些人，哎，过年了，练出来了，我看你贴，越来越快了，哦，不会不行，不会，天黑还干不完呢。行了，就是准备洗洗吃饭。谢谢师傅。啊，咱家熬大锅菜。哦，不是，老姐，我跟，我这个兄弟吧，兄弟来个吃饭。弟弟，收。嗯。